露平时给人好脾气印象，不过近日却突然在个人社群上说重话。露露在现实动态发了一张照片，从内容中来看，一名自称露露的网友传讯息给露露的粉丝，表达想私下交谈的意愿，还声称会提供私人的 LINE 账号。不过幸好粉丝并没有上当，直接回复表示露露本账都说过不会私下私讯粉丝了，你在说什么毛，别搞个专业出来诈骗。而露露本人看到后也愤怒澄清，自己私下不会私讯任何粉丝，不可能这样说话，更痛斥这种假账号去骚扰我粉丝真的非常低劣。最后露露也更改了 IG 自介栏，再次强调平常我不会主动私讯你们聊天，只有这个有蓝勾勾的才是我自己经营的，其他都是假账号，请帮我检举。Oh, my God.